有机紫菜的欧肉丸汤。又以重复一次，猪肉呢就适合一些不喜欢吃肥肉的朋友，因为适量的脂肪对我们有益处，这样营养会均匀一些。三蚊乜糕啊就唔好食啦，倒啲葱白啦、姜粒啦，爆一爆香佢。OK OK， 撞啲滚水落去，倒入欧肉丸又或者欧根丸，都系换个镬比较好。用个煲仔煮咧会熟得更加快。将嗰啲豆腐咧倒晒落去，嗱，嗰啲欧肉丸咧已经浮起身啦，即系熟咗。我哋咧就放紫菜，呢款紫菜咧佢配料表好干净。就好似咁样一汁汁咁样搣出嚟放落去，只要滚佢半分钟就 OK 啦。加入一细根仔嘅盐调调味，撒啲米印嘅小葱花，放埋老板送嘅炸蒜，正。